你今日怎么得空来长秋宫作坐？臣前来是为向皇后禀明，曲林军杀俘，廷尉府现已在抓捕取尸的路上。何时的事儿？昨日午时前后，曲林军去给梁尚送饭，此后家丁发现梁尚在屋中被刺身亡。子胜，你可确定是午时？ 多名家丁证实，确实是午时。不可能！母后，曲林军是被冤枉的，梁尚绝非他所杀。儿臣昨日午时。 朕与他在紫桂冰渊相会。赐慧，你们走什么走啊？谁让你们带走我的儿？你死得好惨啊！谁也不能带走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啊！大舅父，此案甚是蹊跷，朕便必须将梁尚尸体带走，交廷尉府，令视察。 此乃梁家家事，你阿母是梁家嫡长女，你还叫我一声舅父，这事儿关乎到你母族的百年声誉，今日你不能把她带走。涉及人命官司，便不再是家事，查明真凶，以正国法，乃是廷尉府责任。还请大舅父，不要为难外甥，让善剑带走梁尚尸体，与嫌犯。带走！带什么带啊？ 这毒妇杀了我儿，我若不亲手将他千刀万剐，难上我心头之恨。别以为我不知晓，你们廷尉府带走省个七回八回的，指不准就把他脱罪了。这是我们梁家的家事，怎么处置这毒妇，我说了算。你若想带走这毒妇， 就先从老身尸首上踏过。来人呐！杀人啦！杀人啦！廷尉府带走真凶，包庇他！来人呐！殿下昨日出宫，原来是去见他。 既然殿下心中难忘曲灵君，干脆命他与梁尚结婚，把他迎入东宫便是了。何必要偷偷摸摸的幽会？我们是相见，并非幽会。不是幽会，不是幽会是什么？妾与殿下成婚十余年，殿下为何就是忘不了他？ 妾早就规劝殿下不要与曲灵君联络，可殿下从不肯听。如今倒好，私会成奇，此事传扬出去，通宫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？妾就知道，那曲灵君匆匆忙忙赶回都城给母后贺寿，无非就是想借着寿宴勾引殿下。可是，在殿下心中，他就那般好吗？ 好到只重逢一眼，殿下就迷了心智，与他做出此等丑事来，如今还牵扯进命案，真是百口莫辩。太子妃，你还是等太子殿下先将话说完。还有何好说的？那曲灵君不知羞耻勾引殿下，我与殿下再续前缘，甚至不惜杀夫。 此等丑事，听一遍就脏一遍耳朵。你还要我如何再听下去？你给我闭嘴！我就是对你太过纵容，才愈发的无理取闹。我去见曲灵君，是因为得知他被梁尚殴打十余年，他为何会过得这般凄惨，都是因为你。我问你，吴的手帕为何会在他手中？ 这十余年来，是谁以无的名义一直在给他赏赐？
我已经审过了，为你做事的小黄门了。在母后与吾的面前，你装出贤良淑德的模样，可在背后呢，却故意命人佯装是吾派人去梁家，还送些亲密之物。去年送凉席，今年又送玉枕，这次居然送吾贴身的手帕。 娘梁上怎么不发疯，怎么不殴打曲灵君？你送他一次，他就挨打一次。这十余年来，他过得生不如死，全都是拜你所赐。我所做这些，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因为殿下？ 如果说这十余年他过得生不如死，那殿下可就想过妾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？这么多年了，妾跟殿下同床异梦，殿下对着我，想着他，妾的心中。 难道就不恨不怨不痛吗？我何曾想过他了？我早就和你说过，前缘已尽，你为何就是不信呢？自从你我二人成婚，我就发誓与你携手共度余生。可你从来都不改变自身。你今时今日，莫说我。 你看看这河工手下，有谁瞧得起你吗？妾就知道，殿下瞧不起我，不如即刻休了妾，去那巨灵君便是。你够了，就是因为你。 巨灵君收冤数十年，今日我就要为他解脱冤屈。你若是愿意的话，就同我一起面圣，回巨灵君求情。你若是不愿意，就给我滚！巨灵君。 是妾憎恨了十余年之人，他就像是我与殿下心中的一根刺，拔不掉，又不能视而不见。我恨不能他立刻被廷尉府抓去，死在牢狱中。 妾绝不会为他求情。